昨天因为在会场哦，陆陆续续有包括参展的厂商啦哈，还有一些我们本国的贵宾哦，总共有5045人，我们会发细胞简讯给他。那这些人就要做自主健康管理，这是数位城市展嘛，然后在总共入境的外宾有30个。那在入境的第一天，你知道哈，我们在做入境的第一天呢，我们在饭店就裁剪到一个 PCR 阳性，是贝里斯籍的外宾。不过因为他是一起入境哦，那就跟他同一车的有七个外宾，还有两个我们台湾籍的随行秘书，所以我们在第一天就总共有10个人被隔离。在今天早上他们出门前哦，实际上4点哦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到旅馆哦去给他们做 PCR。那陆续在中午的时候哈，那报告结果就出来了，大概在早上10点的时候结果出来。那总共在这，因为他我们有除了22位外宾以外哈，还有18个工作人员，所以总共是40个。那都是在今天早上4点的时候哈，出门前做 PCR。那在中午10点出来的时候哈，又有2个是确诊啊，一个是波兰籍的外宾啊 ，CD 值25，还有一个是巴拉圭籍的外宾 ，CD 值是36。那也因为这样，你知道哈，所以我们在当时就做一些紧急处置。在结果出来以后，我们就把这个论坛哦就停掉。当时是在开这个智慧城市女性领袖峰会哈，我们就提前结束。昨天因为在会场哦，陆陆续续有包括参展的厂商啦哈，还有一些我们本国的贵宾哦，总共有5045人，我们会发细胞简讯给他。那这些人就要做自主健康管理。